有一个老铁司机，我让我吃一个魔蟹，这就是魔蟹哈，就是长了很多很多那种，就是不知道咋吃这个，这怎么吃呢？这咋吃啊？这掀开吃啊？啥也没有啊！哎呦我的妈呀！就这样啊？这怎么吃啊？我也第一次吃这种东西，什么是魔蟹呀？我的天！这能吃吗？谁司机？谁能告诉我咋吃？嗯，不好吃。